延续东森超市三响炮精彩每一天的高期待，备受期待的大型益智节目《金头脑》，这个礼拜呢，精彩迎来了一对娘子军，要过关斩六将，力拼10,000美元大奖。好的，再一次的欢迎收看我们的《金头脑》，大家好，我是果冻。强调一期比一期更精彩，送别小主播，这次《金头脑》迎来一排娘子军，不止各个摩拳擦掌力拼万元大奖，而房产专家的背景更对第一次买房的民众分享专业建议。比如说你有小孩子要读书，是啊，打个比方啊，说我想要咨询到专业的经纪人，是，那我就可以知道啊，这个我要买的这个房子对我的小孩子读书是很有好处的。学区，学区，对对 对, 对，学区很重要，这个挺重要的，因为买房子是大事嘛，哈。对，当房产专家遇上智慧王，一体需要出来走动才能抓怪的游戏到底是哪个？主持人国栋比选手还着急，而答案到底对不对，看下去就知道。下列哪一种手机游戏要求玩家到处走动抓怪才能晋级？ Linda， 你知道是家里面有亲戚在玩，还是您自己有在抓？小孩有在玩，对不对？这一题我告诉你，我都知道了，一定啦，一定呢，就是 Pokemon Go， 对不对？拍陌生韩国人的背，二当场拆泰国人送的礼物。智慧王遇上各国礼仪大百科，让选手们个个心里直犯嘀咕。所以有点看错那个题目，我不清楚它是就是不好的还是好的，可是感觉法国人送菊花他是应该不会介意，因为感觉起来法国人很浪漫，对不对？可是不是说送法国人花哦，是菊花。鼓励全家一起来收看《金头脑》。本周末，东森四大频道新闻台、超级台、美东台以及超市无线台34.5频道首播。观众查询播出详情，请上东森美东电视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